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铁 2.7 复刻角色确定，流萤在下半。3.0 能量体系来了，霍霍喝汤，崩铁500星穷可白嫖， 2.6 下半可获得抽数总结， 2.7 大花火未来可期。星穷铁道 2.6 下半卡池的沙金，黄泉终于迎来了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除了两大人权卡角色的复刻外， 2.7 卡池星期日望归人也会陆续登场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6 下半卡池可获星穷抽数奖励的汇总情况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可以看到，其中每日任务可以获得1200星穷，加上模拟宇宙的675星穷以及烛光剪金等活动给予的奖励外，平民玩家零氪最高可获28抽，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39抽，大小月卡玩家因大月卡已经领完则不做统计。而说起新活动，游侠迷影也终于开启了，各位开拓者们完成任务后可以获得星穷等奖励，活动时间是 11.13 到 12.2 日，活动开启将发布24个委托，玩家们最多可同时承接4个委托，也就是和之前一样的玩法，玩法简单轻松，随便点点即可完成。全部完成后，开拓者们也可以获得500星穷的活动奖励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2.7 卡池的两位新角色星期日望归人即将登场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星期日是召唤童鞋辅助，低命成了花火的上位，说是大花火也不为过，泛用性高，非常推荐抽取。望归人目前来看主打击破，是击破队的最后一块拼图，玩击破队的玩家倒是不要错过，不过还是建议观望一波上线后的实测。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穷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星穷铁道 2.6 下半卡池的沙金黄泉已经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如愿的抽到了呢？除了即将到来的 2.7 版本的前瞻直播外，星期日望归人两位新五星角色也会陆续登场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2.7 卡池复刻角色也终于来了，其中 2.7 上半卡池登场的角色分别是星期日景元，下半卡池登场的角色分别是望归人流萤。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确定了，这么来看的话，真理医生这波倒是被雪藏了。不过 2.7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即将到来，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3.0 卡池， SP 黑塔阿格利亚也会登场，两位都是成女角色，其中 SP 黑塔的形象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下半身是黑丝，低胸装透明腰，衣服配色以紫色居多，戴着帽子，脸型和四星黑塔差不多。 SP 黑塔的定位是冰炙石，阿格利亚定位是雷记忆召唤 C， 据说和星期日是队友。 3.0 版本召唤体系也会登场，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 SP 黑塔的技能机制相关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黑塔的天赋在其他队友释放终结技时，黑塔恢复一定的能量，且攻击力提升可叠加。这么来看的话， SP 黑塔搭配星期日停云霍霍，或许在 3.0 版本中出现一个新流派充能队，能量体系的话停云霍霍应该也是能喝汤的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